喂，是什么东西让我们家都会表情失控啦？乐天桃园上周端午连假举办辣年糕趴，并请到韩国职棒乐天巨人啦啦队罗德女孩、韩华英女孩共襄盛举。没想到炎炎夏日，突然有一只蟑螂在球场的啦啦队看台飞舞，让李多惠看到当下吓坏花容失色尖叫。接着蟑螂竟飞到乐天女孩惠妮的球衣上，李多惠赶紧上前弯腰将她身上的蟑螂拨开。只能说谢谢我们家强哥的牺牲奉献，才能让我们眼睛吃冰淇淋捏。